你了，不要紧，再来。这种就要催油。哎，对，就是吧。因为你不工作，就肯定这个要关着。关着它油就会到油。不工作一定把油关油。如果你临时停，一般情况下，临时停一下就关风门。开了最大以后你吹个油，拉不响就关一点。为什么？它一般是开最大，一般都冒烟呢。是吧？如果再不响，再关一点；只要实在再不响，再请。好吧。你再试试看。先开到最大嘛。开最大一点。哎，吹一口，吹一点。啊，对了。换个人拉吧，拉不动了。不用力的，其实不用什么力的。没有。好，来了。来了，听到这个声音就要继续了。